家风唔再来啊不？我是不是应该等个要个干爹赶到位，这次会去较安全啊？只是刚好现在都清醒，家风有出现，我是怀疑这个是一陷阱。我已经知影粉美罗家风是啥，伊是刘总裁大汉后生，陈中志，甲罗家有感情的人，一直拢是迄个陈中志。既然你家己知影，伊爸这番为你几十年，将一切全部还我，安尼唔才是正确的。既然爱迄个罗家风回来啦，啊，这个个人缘，无人爱罗家风，卡卡两个莫咧烧哦。我眼前所有一切，是我心心念念半世人的希望，我绝对袂当让金玉找到伊。你是罗家风，我唔对，你才是我爱真正的家风。我这个计划上关键、上重要的人就是你啊，但良心的代志哦，交我来处理。我看哦。咱袂用搁伫个遮讲荒诞啊！我先带你回去，你甲所有经过发生的代志，拢讲交代。我袂安尼，都回去讲出所有真相。那恁爸妈都一定袂爱我，伊一定继续选择陈中志做。